的酒店哦，像大风条件。不过，常常咱自外天父嘛，互我经历着，伊是信实的上帝，是伊带的上帝，并且伊互我的稳定，是超过我所求所想象的。所以，咱搁一摆用孝念的心，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对咱。上帝所赐咱的恩典，咱搁一摆用欢喜、感恩的心情来回应上帝。心情的欲望的心来回应上帝来唱这首诗歌。
感谢上帝，所想主咱的每一天。